关心几天气很好，心理报告，心理报告，现实压力快要破表，分针秒针不停地跑，时间就是喜欢跑掉，时间跑了，可是烦恼还在我的身边围绕，好像变成微风吹过一片草原，遇见一只勇敢的云，加上那年非常适合聊天，我的朋友好久不见，想跟你去野餐，不用约太早，一起来个床，你会带什么跟我分享，会不会是恰相反，想跟你去野餐，听你说最近过得怎么样，你就是我的美好时光，想跟你去野餐，不用约太早，一起来个床，你会带什么跟我分享，会不会是恰相反，想跟你去野餐，听你说最近过得怎么样，你就是我的美好时光，心情就像床，你会带什么跟我分享？会不会是恰相反？想跟你去野餐，听你说最近过得怎么样？你就是我的美好时光，心情就像太阳蛋，也可以是茶叶蛋，笑得多灿烂。